跟我来，我知道哪里可以躲过他们。我不需要。我只是想帮你。前面有个盥洗室，门很隐秘，你在那边躲一下，应该可以躲过他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眼睛，对不起。又是你，二爷，我们刚才就应该一刀杀了龙四。明面上还是商会的人，先别动。不，我们不是还有向先生吗？从今天的情况看，向先生恐怕不会轻易插手我们的事。二爷。那这位姑娘怎么处置啊？把她送到狮子林。表还给我，二爷。表不在我身上。你说谎！你的人明明说表在你身上，那你现在还给我，什么事都没了，还给我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表不在我身上。
次见到你都是这个样子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急着要去一个地方。你的怀表拿到了吗？嗯。那我送你的项链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刚好要还给你。带着吧，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都不会收回。后悔吗？啊？后悔什么？放走那个孕妇，因为她，你被绑架，我受伤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不会让我杀了她？不会啊，我不后悔。如果你杀了他的话，那就是两条人命。做这种事情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。虽然说让你受伤，我也很内疚，可是我治好了你，所以我不会后悔。啊，我还有事要先走了。喂。嗯。走错方向了。哦。你在换衣服啊？那我等会儿再来好了。你不是来换药的吗？穿什么衣服？麻烦。过来吧。不准看，手抬起来。我听说你主动要求在狮子林做事，为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自己的事情。是因为殷明珠？他为什么要找你麻烦？是我自己的事情。